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。我去，啊，就搁这儿啊！我现在干嘛呢？我现在训那个什么呢？啊，训那个暗影宗师呢，24%。睡觉呢吗？睡觉呢。我喂一下我就跑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醒啊，别醒啊！千万别醒啊！别醒，别醒，别醒！我跑这儿来啊，待一会儿啊。咱们还有啊，咱们带了5条鱼，有的小伙伴说我这个鱼有点小。镰刀龙怎么过来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你别把它再给糟了，再你先回去吧。它在动吗？看不清啊，29%啊，它好像还。他还在睡觉呢，好像。哎，我去！啊，这有个破屁恐龙，他得坏我事儿，我得把他整死。我先把他干了吧，我不想用泰克枪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我怕他看到镰刀龙。包打，啊！我真是废物，泰克子弹！你给我滚！躺下来是吧？我怕他看到我镰刀龙，我把他扎死吧！烦死！哇，我这破弩也太不好使了，把他弄死啊，他肯定得偷袭我，等会儿醒着呢，醒着呢啊，蹲着过去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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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让他看着我，29%，训他呀是太费劲了，不过这也是游戏的乐趣啊，慢慢训是吧。这是什么地图？这个叫维京地图。睡了，好宝宝。我鱼还没放上呢。上上上。我这样好像就行。隐身了，他应该是隐身了啊，37%，确实是啊，那个大的鱼啊，它驯那个什么，驯服值更高。我要3条鱼，我把这些都给喂了吧。他隐身了，回来了，哇，太帅了这玩意儿，我这鱼我没法挑。我想起来啊，咱们这个刷那个聚合离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水坑。哎呦我去！你看不见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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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不见我。睡吧，睡了，好、哦、睡了，好宝宝。哎，不行啊！哎，我去！你别看着我，你个妹妹，别！哎，我去！45%，可以啊，再来一条。我现在玩的有点溜了啊，还剩2条鱼，我还得去抓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别让他看着我啊，看着我就有点麻烦了。嗯，大概还得有几条鱼呢？7-8条吧得呀。别动啊，他睡了就好了。我发现呢，他不是马上就看见你啊，是你喂他以后他就有点警觉了，是吧？还没驯服，哪那么快呀？还不睡吗？睡了，睡了，这个货
醒了这个货啊，你耍我呢，闹觉啊你啊。醒了，我去，幸亏我反应快啊。睡吧。哎呦我的妈，有时候他翻身啊，我以为他是那什么，他要睡觉呢，他没睡。其实你瞅我也没用，我不带走的，我肯定把你训了的。哎，驯服师怎么没了？他看见我了。哎呀我的妈，我吐了我呀，你个狗，我去了49%了都。好，白训了，你还是强训吗？我不强训，睡吧。我都说我不强训了，看着我了，你有点找茬了啊！我在后边，你怎么能看见我呢？一半了都，哎，我走吧。不行，我又不甘心。睡没？多抓点鱼再来吧。哎我，他怎么发现的我？我刚才站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喂两个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咱们去哪儿呢？咱们去那个聚合离那地方啊。我不会把他也带走吧，得起码得，哎呦我的妈，我现在都蹲习惯了。镰刀龙啊，快来逮鱼吧。哎我的妈，我这命啊，先把聚合离都干死啊，这样顺便掏点聚合离的窝。这可以啊，你看全是那个什么，全是鱼，这地方水不深不深不浅的。哎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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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我这个命啊，聚合离的窝打坏了，我先把他们都给清了啊。哎呀我去了，我需要珍珠，我扒他窝吧。还有没？这还有一个啊，这儿啊老传送过来，老是刷鱼。这儿我突然想起来的，好了，逮鱼吧。崩溃了我，拿个筐，这样吧，一二吧，行不行？逮了吗？换个筐啊，逮吧，挨个逮吧。哎呀我去，真是服了。收吧，一条一条又一条，是吧？0.6，太小了。哎呀这个鱼啊，确实是像小伙伴说的，整大一点训的还多。 0.6 这个你看，像刚才一下给清零了，是不是啊？也是个事儿。我看看啊，这是 0.6 零点，这鱼崽儿啊，都是啊。哎呦喂，鱼筐呢？这也0.6啊，
太小了，小伙伴们。哎呀，太小了，鱼。掏个聚合力的窝吧。啊！纯纯大冤种，真是。这能看出来吗？这也看不出来啊。逮上没？多大的鱼啊？0.9，这个还能强点。海里边的大。0.6的那根本扯淡是吧？这样我还有点看不清，小伙伴是离近了能看到。多少？鱼不就搁这儿呢吗？1.0，这个还行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没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这还有一个，这是怎么算的这玩意儿？只能用框来测试吗？1.0，这个行，这个行啊，1.0。等级就是它的大小，25级，25级是1斤的呗，是这么算的吗？这85级的怎么算呢？1.1的，不过这有鱼就不错了。OK， 收了，抓吧，然后再说吧。这个呢？哦，这写着呢，0.7也凑合适吧。0.7有点小是吧？咱们就抓点1.0啊，0.8之类的吧。哪有鱼了还？哎呀，没太注意啊。这有个困住的鱼，离近了就能看到是吧？0.几啊，1.几啊，0.7，那拿着吧。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抓太费劲了。聚合离的窝，咱们再掏一下窝吧。哎，我还得干嘛？哇，我这把是真倒霉啊，49%了都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应该有个1斤，1.0是不是算1斤呢？框呢？妈呀，我没有框了。哎呀，我去，这框没有了。镰刀龙在不在啊？我看一下啊，镰刀龙不一定有啊。他身上有没有真菌蘑菇啊？没有，这是棕色的蘑菇。哎呀，我去，我太倒霉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咱们只能是这样了：一条、2条、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。
可是这里边有好多都是那个什么0.6、0.7什么的，1.0的有一点。那把这些先喂了，还是再去抓点儿？0.6的好几个，释放吧，是不是？这也是0.6的吧？释放吧，这个。这个呢，这是0.9的，1.0的，1.0，0.6的释放了，不行这。这个呢，0.7的，0.7的也放了吧，0.8的还行啊。那框给我们呀，框没给我呀，要把他们都给杀了。哎呀，放挠不了啊！哎呀，珍珠40多个，还行。我把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镰刀龙救我呀，镰刀龙！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把他们都给杀了啊！哎，杀不了吗？老老实实做个极地符吧，做极地符有用吗？主要是我做一个倒是行，鱼筐也没有了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每天下午5点、晚上8点回来在直播间等你啊！每天在哼哼直播，每天在哼哼直播啊！你要能听懂什么是哼哼啊，你就能找到我了啊！赶快来吧。